指甲上又长又绿的豆角，茂盛鲜嫩，是志工用心耕耘的收获。有吃到了，这是福气耶！马六甲慈济斯里巴央环保站不只是做资源回收，志工还耕耘一片小菜园，无论是长豆角、芋头、茄子、生菜，样样都有。这个菜呀、啊，给人家吃是其实是很好的。人家讲吃是福啊，啊，是真的灵敏。大炒种，他们种菜要淋水，是不是？啊，越种越大，越高兴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是环保站的黄瓜，然后还有这个辣椒是环保站的小辣椒。有了自家菜，志工下厨不再大伤脑筋，只要到菜园采一采，方便又快速。以前我这些东西，辣椒、小辣椒，我要去巴萨买的，因为巴萨买也很贵啊。那小辣椒一小包啊，红色的。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环保站也时常会用到福州辣椒，这些就可以用很好。把那心意送到每个人的心里，很温暖啊。自家菜没有农药，只有爱心，环保志工吃得更健康。大爱新闻吕佳佳周一集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